知道 A B C 分数是一个等比数列 ，A B C 等于64，它要求 B。然后我们知道 A 是首项，然后 B 等于 A 乘以 R，R 是公比 ，C 等于 A 乘以 R 平 ，A B C 等于 A 三乘以 R 三等于64。然后我们知道给它四的三次方是64，所以我们知道 AR 是4，然后 AR 等于 B， 所以4等于 B。